想起科目二，那么大家一定能够想到的就是被侧方停车和倒车入库支配的恐惧。侧方停车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实用的一个停车方式，但是很多人都不太会。下面就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只要记住这两点，再小的车位也能停进去。第一，侧方停车一定要先将车辆行驶到与前方车辆相平行的位置，而且两车相距30厘米到50厘米是最好的，因为这时候我们的车辆在倒车的时候是以后轮中轴作为圆心做的半圆周运动，所以右侧靠得越近，对于我们的圆周运动越有利。第二，向内侧打满方向盘，让车尾进入到停车位内。做好第一步之后，可以直接打满方向盘，然后观察后视镜，让车尾完全进入到停车位当中。当车辆尾部与停车位的侧面标线相重合的时候，我们的观察点要开始变成我们的车头与前车车尾。当我们车头与前车车尾相平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向外侧打满方向盘，将车头移入到停车库内就可以了。因为当前车车尾我们的车头相平行的时候，车辆的扭转方向就发生了改变，这时候我们再向外侧打满方向盘，不管怎么移动都不会与前车发生碰撞。而且如果是经验老道的老司机，这时候就可以刚刚好进入狭窄停车位了，之后我们再进行左右的方向调整和距离调整，就可以保证汽车完美入库了。看完小编给大家讲解的这两个步骤，最主要的还是找两个参照点，一个是后视镜，一个是我们车辆引擎盖，只有找准这两个点，然后按每一个点位进行操作，基本就八九不离十，就算是调整也只是小小的调整而已，会极大的增加新手车主的自信心。